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，轻松甩肉肉，秋衣帮你瘦。今天我们要回答一个问题，有哪些食物呢看起来不起眼，但实际上呢是脂肪大户。那我们要减重要减肥，是不是应该呢就把这些食物这个拒绝往来户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哦，在1992年，美国这个FDA 跟美国的农业部呢曾经推出一个饮食指南，当时的饮食指南呢是把饮食分成一个金字塔，我想各位可以在网络上查得到。那个饮食金字塔呢，最底下是五谷根茎类，最上层很薄很小的那个体积呢是分给脂肪。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说呢，我们要吃食物的时候，五谷根茎类是一个多多益善的食物，可是脂肪是不好的，所以呢把它放在量最少的那个尖端，对吧？可是这个观念呢到了2005年呢就有进一步的修正，变成我的金字塔，而不是饮食金字塔。我的金字塔各位也可以上网查一下，是把一个金字塔分成几个等份，好，五个等份。那这几个等份呢，每一个营养素呢都是一个相等的一个体积，听懂这意思吗？代表说每一种营养素呢都是同样的重要，对吧？好了，这个观念到了2016年又进一步的修正，进一步修正以后，2016年，美国 FDA 呢建议大家说，这个我们的饮食当中呢，什么东西要限制呢？什么东西不要限制？结果我跟各位报告，这个 FDA 的这个2016年这些饮食指南里面呢，告诉大家说，我们应该限制的是糖分跟盐分，听懂这意思吗？那么呢，我们的食物当中不用刻意去限制胆固醇或脂肪，或者是甚至建议大家咖啡可以多喝，听懂这意思吗？大家可以查得到这相关的资料哦。告诉大家说，我们以前一直认为脂肪是不好的，现在脂肪并不是那么不好，听懂这意思哈？因为我们的胆固醇会增加，20%才是从食物当中来的，80%是你自己新陈代谢不好所造成的。所以你有看到那种很多身材瘦瘦小小的，不肥胖，可是呢，他的血液当中胆固醇确实偏高的。所以回到今天的重点，哪些食物是看起来脂肪大户，我们尽量避免。很简单我知道各位很多人在吃这个我们讲坚果类的食物，这坚果类就是一个脂肪的来源哦。还有就是各位常常零嘴当中的饼干点心，其实都是高脂肪的食物，所以这些尽量避免，其他就不用太那么的担心，过度的害怕了，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健康的态度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邱正宏邱医师，福利时间到咯。想要轻轻松松就瘦下来吗？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多用，回复轻卡厨房四个字，我就会告诉你越吃越瘦的独家秘方，还等什么？赶快关注吧。